天文台已經在上午的10:40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在正午12時，颱風潭尾集擊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590公里，預料會向西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移向海南島以南的海域。潭尾已經增強為颱風了，而它的外圍雨帶正在逐漸影響廣東沿岸。在潭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之下，它的強風區正在逐漸影響珠江口一帶。本港正在逐漸轉吹一些偏東風，原先受到屏蔽的地區會變得當風，本港風勢將會增強和有幾陣的狂風驟雨。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。隨著潭尾遠離，今晚至到明早本港的風力會逐漸減弱，屆時天文台會考慮改發一號戒備信號。天氣預測方面，下午和今晚是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東北風，高地間中會達到烈風程度，漸轉吹偏東風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的狂風驟雨，今晚的風勢會逐漸減弱。海面有大浪和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。而展望方面，預料明天的風勢會逐漸緩和，有幾陣驟雨，海有湧浪，而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。下個禮拜的中後期是大致天晴和乾燥，一早一晚天氣是稍涼的。